欢迎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德州中文台，我是王海波。岁末了，新年又要来临了。哎呀，你说这个因为疫情吧，时间就是也过得齁快，贼快，老快了，一下子2022年又要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您准时的收听王海波在德州中文台为您服务的中国戏曲节目。前不久我正好呢约了四个朋友去喝波霸。台湾啊有一家店叫鲜鱼鲜，大概早在5年前，哇，那个热火朝天，每个巷道你都看得到，突然一下全收摊了，就剩下几家。那我呢特别爱喝这个什么烧仙草啦，里面加一点 rice ball， 再加一点波霸，然后再加一点鱼圆，它里面什么红豆大豆什么黄豆一大堆我都不喜欢，我就喜欢这三样。突然没了呢，哎呀心情物阻，突然发现在内湖的737开了一家，哎呀我可高兴了。你知道我就是点一个中型碗的或者小碗，一个人吃不需要大碗，然后呢加上这三个料在里面呢，这一碗就是50到70块台币，多少钱呢，就是美金的2块或者3块钱，50到70。我觉得像我这样子不是生产再不赚钱，这钱也花得起，对不对？你吃的呢不会觉得每一口都心疼啦牙酸啦什么的。又这边也开了类似波霸这样的店哈，其实很多店都有，反正就是烧仙草啦或者是加波霸啦什么的。结果呢跟四个朋友就约了去罗兰岗店里面去吃了。叫了一碗上来之后啊，稀不拉几的，我说哎我里面的料呢，哎呀真是海底好深的才挖到一个汤圆，挖的一个波霸几乎全都是仙草。你知道这碗多少钱吗？10块钱，是我在台湾吃的3倍的价钱，然后台湾的料呢又是这边3倍的价钱，所以我才发现啊波霸太贵了，我都不知道王海波这么贵。好，今天呢节目中跟听众朋友闲聊，因为啊前不久在台湾我的好友朱露豪演出了问桥闹府打棍出乡，这戏哈年轻人不敢演，因为他太难，上点年龄呢更不敢演，因为岁数大了。但是朱露豪愣是奔七的人，也就是说哈他明年吧，应该是明年或后年他就是70岁了，他把他唱全了。而且哈我不看那个网络上的评语，我是看身边有去看的专家朋友，我说怎么样，他们都说好。其实只要你有自信，你自满，你敢上台，我跟你讲年轻人的自信是由于的，但是70岁的自信啊，他这是他第一次唱哦，首演，如果他再不唱他没机会了，所以他等于把他所有的精力拿在这个舞台上。那我要说的呢并非是朱露豪演出的这个范仲宇这个角色，而是啊这个戏的老生他的穿着特别简单，头上就是有一个像方巾帽，一个黑色的那个绸缎布的帽子，然后呢身上就是一个青色的靴子，如此而已。所以呢在舞台上哈，这就是我们的今天话题来了。如果说你看到舞台这个角色今天是贵妃醉酒啦，或者是铁面无私包青天啦，他们的穿着呢都是比较就是属于皇家的或者是官职的，穿着上就比较厚实一点。当你看到这个演员，就例如范仲宇，也或者是你在舞台上看到的老生，他们的穿着就是一件黑色靴子，有没有乌盆记，是不是也是这样的？这样的角色，或者是舞台上旦角演员的角色，你比如说秦香莲啦、宇宙风啦、荒山泪啦，我们常常讲青衣花旦。青衣是什么？
青衣就是他身上穿了一件青色的靴子。那这个青色呢，你可以说是深蓝色，你也可以说是黑色啊，就变成统称了。以前就是藏青色，一个深蓝色的衣服，然后呢就称为青衣。那这种角色呢，大多都是比如说守妇道的，或者是家境贫寒的，命苦的啊，很多都是这样的角色。你像窦娥，她能给你穿个凤冠霞帔出来吗？她一定也是这样的衣服嘛。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来闲聊这一块。有的时候在台上你看到的剧中人物，他们身上有很多的累赘，那个累赘代表的是什么？是他们要表演了，是功夫了。那当然这里面有甩发了，有水袖了，有靠旗了，有彩敲了，有大带，有胡子都有，对不对？所以你只要看到穿青色衣服的男人或女人，请问你他们身上有什么？没得表演。所以呢，你会发现他们一定都有水袖功，这个厉害了吧？耍水袖这玩意儿，王海波就不会。待会儿来跟你聊京剧舞台上的一些累赘。来，现在我们欣赏中国京剧院一对知名的夫妻，耿其昌、李维康这对夫妻，对不对？非常有名，都退休了。耿其昌他演唱的《三家店》秦琼的选段，待会儿再回来。来自在大家一同，算你身列位的宾朋，听从头你不是相马与色空，而不是大人啊大臣头，两名女翁来分了东，因此上三陪到等中，舍不得大爷的恩情有，舍不得衙役们重班头，是难舍街坊四邻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得了头，两生恩念心柔，恩情千里不当留，恩相两生难空愁，娘相儿来年双留，眼见的红泥坠落在心上空，叫一声姐差把点头。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王海波。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闲聊，其实有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啊，一开始打开机器了，脑袋是空的，你也知道我这个年龄了嘛。哎，可是做着做的主题就出来了，又为什么呢？你也知道我是京剧的专业嘛。我最近啊，拼命的在学一些大陆的用语，听不懂。元宇宙啦，二次元啦什么的，突然又卷，就刚刚我那两句话就是呵，他好卷，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够卷吧，我不知道用的对不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你好牛啊，好狂啊，好高傲啊，那现在为什么来个卷字呢？要跟得上时代哈。说的说的我讲到了青衣，那我就说当然啦，讲青衣是生旦净丑旦这个代表，那旦里面呢有青衣，有花旦，有刀马旦，有武旦，很多的旦哈。可是呢多半都是在青衣的身上，就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遵守妇道的女人，比如说王宝钏代表性人物哈。可是她又因为家境贫寒，所以就穿了一件青色的衣服。那可是也有你说男青衣，那病人这个
男生啊，所以他就不叫青衣了。但是男生的老生里面也有很多穿黑色靴子的。哎，今天我不讲男生了，就讲青衣了，就讲女生了。每一次我一讲，刚刚王宝钏又出来了，代表性的，要不呢就说秦香莲了。那么你看啊，只要造型上他没写名字，这个人穿的黑色的或藏青色的衣服，他抱把琵琶，不是吉他啊，是琵琶，你就知道他就是秦香莲，就是这个造型。可是啊，青衣靴子有很多种颜色，你比如说今天如果这个角色他穿的是白色的，那表示什么？丧礼，表示家里面有丧事，所以他才穿白色的。例如杨门女将的穆桂英，对不对？在得知杨宗保葫芦谷丧命了，家里面的人全都换白色的了，就是素袍。那这个素青衣呢，其实跟王宝钏他们穿的青衣的服装是一样的，只是颜色不一样。那你比如说在窦娥冤这出戏里面，六月雪坐监这个窦娥，她出场的时候穿的是黑色的，她还不够苦啊，是个童养媳，蔡婆婆哪有钱把她养大了，这么疼她，当女儿一样看待就不错了，没有好衣服。最后呢，如果你不理解的话，你还以为她发了呢，因为最后她的那个靴子啊，穿的是红色的了。那个红色啊，它不会叫红靴子，它就叫范衣，或者就叫醉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因为窦娥上发场了，要被问斩了。古时候啊，男的女的只要是问斩，一定都换上红色的衣服，或者啦，就是因为要问斩了，所以给他一点喜气。就是京剧有很多东西都是取其反义的嘛，那这个道理就出来了哈。好了，我们更可以看到哈，像京剧有一出戏叫韩玉娘，她是一个宋代的贫家女孩，她的衣服当然也是青靴子。我这边打个岔哈，这个靴呢，青靴子是一个一字旁，然后再一个学习的习，这个通常我们都会念，你去查那个注音符号，它一定是习习字，但是呢，在我们的专业术语上用的都是青衣学子，学校的学就会变成这样的发音哈。你比如说韩玉娘穿的这个青衣学子呢，它会压边，压一点深色的边，当然也就是要说明这是一个穷苦的女子。但是哈，现在我所说的不管她穿的青衣学子是在舞台上为了效果，不要老是黑黢麻乌的，然后给人一种压迫感，藏青的黑色的，他会穿淡灰色的，会换一点颜色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不对称了，其实是一个意思。素色的衣服不是光黑色就代表贫穷，那白色因为你不能穿啦，因为可能是有一点丧事啦，红色你也不能穿啦，可能是因为要问斩啦，但是只要是其他的淡色，它都是一个效果。可是哦，我又加可是了，现在演员在台上为了要美化视觉艺术嘛，出来的时候让人觉得即使这个是贫穷家的女孩，她的穿着呢也要有一点设计感，所以呢你会发现他们的素色的衣服都会带一点车绣的边了，带一点图案了。那个图案并不是表示说她是个有钱人，而是说给你带来一个舞台的画面感。我最觉得不通的哈，就是因为老王爱看韩剧，韩剧里面啊，家境不管再贫穷的女孩，当她出来的时候，一套衣服，她比如说她在家里面，你可以看她回到家的时候啊，连个衣柜都没有，一个衣架或者墙上有几个钉子，然后挂了几件衣服，这就是她的戏软，她的家当。可是当他一出门的时候，成套成套的，我说这叫什么贫穷？为什么？因为电视剧，所以呢，这个小框框里面，他要让你有美感，所以每一个贫穷女子，你看你都喜欢她，因为她的穿着不是街边的流浪汉，而是非常干净的。其实现在京剧的舞台也是哦，你比如说她身上穿的是素的，
他头上那是不是也要戴那个银泡，就是最素色的哈，最 cheap 的那种东西在头上作为头饰？现在不是咯，他可能也是戴的是比较钻的东西，但是是素色的钻，也就是在舞台上效果。还有比如说今天张三跟李四是国家三级演员，张三是国家一级演员，还拿的享受国务院待遇津贴，那他能让自己打扮的随便吗？我得跟那个三级的演员不一样啊，所以他可能身上会多一点 bling bling， 但是那个 bling bling 他不会发光，不会彩色，他只是看起来在舞台上有点，哎呀，就这么说了，腕儿角儿那种分量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哈。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来介绍的这一段演唱哈，也是我要介绍的这两个人物，比如说春闺梦还有荒山泪。春闺梦呢，这个女子呢结了婚，先生就被拉去充役了，去服兵役去了，去战场了，所以呢她一开始穿的衣服其实是小媳妇的衣服，就算家里没钱也会有两朵花，对不对？她就不是那个黑色的素色的。可是呢她做梦了，发现先生没了，然后再去街边邻里打听一下，哎呦，好多家男丁都战死沙场了，他发现不对了，得到消息了，所以他就换了素色的衣服。那这个时候他也得穿例如比较素色的像青衣的服装。那同样的荒山泪，这个剧中的女主角呢更惨了，这个我们常常说窦娥冤是苦命的代表，我跟你讲，荒山泪的这一号女性啊，她不输给窦娥，所以呢她的穿着也绝对都是黑色的。可是刚刚我说了哈，现在的蛋饺都会在黑色的青衣靴子上旁边压一点边，为什么？因为那个边呢在舞台上它有色调感，跳痛的比较好看，而且这两个角色都要耍水袖。你知道作为一个蛋饺演员，即使他没练过功，他也得会耍水袖，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苦命的女子衣服素了，水袖长了，你在舞台上就必须要有水袖功。你以为光是梅兰芳有，其实陈砚秋就有这套功夫。所以接下来哈，我先给听众朋友介绍的这个呢是春闺梦的选段，李佩红的演唱。这也是在中国大陆天津京剧团从入戏校到今天我想也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即使到退休他应该都是属于天津京剧院青年团的国家一级陈派旦角，非常的优秀，从一个刀马旦再转换为陈派青衣，一路走来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努力，加上有一个很好的扮相，还有一个很好的身条，更好的是因为他原先会武功，所以他在舞台上唱这些社会底层的悲剧女性耍水袖的时候呢，她的功力一定比别人都强一些。来，接下来我们就欣赏李佩红的《春闺梦》。岁末了，也再一次感谢所有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您支持王海波，祝福你这一年都过得平平安安，让我们一起来迎接2023年，崭新的一年，大家都健康愉快。我是王海波，下次见。
转过了长亭，真大道，转过了大道。敲柴扉，一声高叫哦，叫老七快与我改换金袍。Thank you.